来，没有送过鲜花的朋友可以来一波鲜花啊！没有点过订阅的朋友也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订阅。这里是重金不大实话直播间，不引江湖多年，世界第一中单，我也可以勉为其难接受。世界第一，不配，你是宇宙第一。我对这些虚名要求就高。我以前当司机，800公里一晚，从这条路就跑了。天德池，我去那个小兵摔了下塔。主播真会玩。健美大爷，英气逼人，阳光清男，玉树临风。电视机前的丑陋的同学们，应该有1%。看看我大不可爱，看看我学到我并不高谋。大爷，你是当努力工作室，去韩国旅游的网吧地局，少年玩中单，少年玩上单，单独面前耍耍耍大刀，又忍不住这里。少年感激体面，冬天做父亲的职业晒场 ，ID 叫黑科，还有一个叫海润。我操，就是蛋波。该吃药了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一采不用又日采，千金易得，一将难取。绝不能长得又帅，吟诗作乐，文人骚客，美女做个嘴，都上一样的也只能在下了。住口！国有粗鄙之语，请诸位，你听我讲一下，有什么要骂的，当着我的面来。不会的。我手枪的人就这么几个人，不多说，你这你看怎么办？记住我的名号，四臂穿成吕布，四臂成功200%，举起你的双手，放出你们鲜花，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。自古深情留不住，总是套路得人心。忠于身边的任何事之徒，就是集了一颗真心待人。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主播真会玩鬼畜篇，想要第一时间看的同学，打开微博微信搜索乔点键，关注这个新的账号，全网首发，各位同学帮我们转发下哦。这个其实自己如果自己制作鬼畜的话啊，比较粗糙的鬼畜的话，OBS 就能实现这个功能啊，挺简单的。Hey!